甲状腺结节和甲亢的区别，一个是讲的形态，另外一个讲的是功能。甲状腺结节是我们看到的甲状腺里面的形态的变化，这个形态的变化并不代表它的功能要有变化。甲状腺功能亢进是功能的变化，它不一定有形态学的变化，当然它也可以伴有形态学的变化。所以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但是它们的内涵是可以相互掺杂在一起的。因此想具体的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，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。